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博。炎热的夏天就要结束了，气候特点呢就是白天热，但是早晚已经开始凉了，昼夜温差大。这个时候就是秋游的好时候了。今天呢，突然好想吃家乡的美食。那你想知道我想吃什么吗？呃，还是我自己心里想想算了。